今天这场比赛很多人哦，多人哦。在法国每一场的比赛挫折感都很大，就俱乐部的精英赛事攻击都这么大力，每次都骑到抽筋，真的会抽到怀疑人生啊，真的觉得这个欧洲跟亚洲的差距太大了，不管是在小路的过弯啊、加速啊等等的，这个节奏都太快，不一样，真的很怀疑人生，怀疑自己啊。但是都已经在这个路上了。我觉得就跟今天这场比赛一样，虽然我开掉了，虽然我抽筋了，但我还在这里，我应该就要把它洗完，而且我还有三个月的时间，我觉得我要面对这些挫折，好好的加强自己，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，我会再好好的努力，持续的进步。希望之后在看到影片的时候，我的位置会越来越前面，越来越好。继续加油，加油！你叫苏一丹呢？那怎么？